岂得纷纷扰扰身，睫毛都巧与仙林。这是北宋诗人苏轼途经都桥山寻访好友邵彦素时写下的诗句，意思是在都桥山隐居结庐，仿佛与山中仙人为邻。此次探访让风光殊胜的都桥山声名远播，这座高耸在传世诗篇中的赤红色山峦位于今天的广西容县。一代文豪开启的文教之风，好似扎根于深山的古树，枝叶繁茂，尚可参天。世家大族谱写的家国大义，如同绕山而过的秀江水，源远流长，绵延不息。唐贞元年间，一口由青铜铸造的大钟在远离中原的荣州完工。铸成之日，叩之隆隆声闻三十里外。随后，这口举世罕见的铜钟被安放在开元寺中，用以祈福安民，并最终定名为景子铜钟。多年以来，景子铜钟作为广西现存最大的一口铜钟之一，一直吸引着众多学者的研究。在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杨清平的记忆中，与青铜有关的器物在荣县并不鲜见。自1976年起，荣县陆续出土了羊角扭铜编钟、铜鼓、铜锭等一系列青铜器具，大量珍贵文物的现身为当代学者勾勒出一个青铜冶炼中心的盛况。在进一步的考古发掘中，人们的目光被引向了一个名为西山的地点。西山冶铜遗址由九个山岭组成的，这个遗址是上世纪地质矿产普查时发现的。2006年，荣县博物馆邀请杨清平等学者一道对西山冶铜遗址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通过遗址地表的大量铜渣，学者们推断这个冶铜遗址时代跨越从西汉到隋唐的数百年，规模十分可观。杨清平发现，西山冶铜遗址的规格之高、历史之久远，隐藏着荣县铜矿冶炼和古城发展之间的联系。从两汉开始，这个盛产铜的地点一直颇受中原统治者的垂青。晋武帝在此增郡设县，视为荣县建制之始。及至唐代，西山青铜冶炼技术已经日趋完善。鉴于西山冶铜的名望，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朝廷在此设置铜州。此后，铜州的发展在接天炉火的映照下盛极一时。就在景子铜钟铸成的四年以后，荣州管内经略使韦丹以开元寺为中心，开始在秀江上游的南北两岸建造一座崭新的州城。
在荣县博物馆副馆长胡志勇看来，围丹建成的地点向北可由灵渠通往中原，往南可去向海外，占据着战略要塞的地位。这是20世纪80年代出土自荣县县城的城墙砖瓦，形制独特的残砖断瓦向人们展示出一座布局完整、规模庞大的唐代古城。唐朝这里曾是州治府治所在地，是岭南重要的经济政治中心和军事重镇。在数任官员的督造下，荣州古城得到了完善的修葺，并且建立了明确的城市区划。巨大城池的兴建开启了这里持续数百年之久的繁华。到了宋朝，荣州古城已经凭借海上丝绸之路节点的地理位置，成为远近闻名的商贸集散地。这里的制造业也已经从青铜的铸造发展到了日用陶瓷等各个领域。明洪武十年，公元1377年，荣州改为荣县，县名沿用至今。大荣山下，秀江两岸，千余年前的城墙已经难觅踪迹，古城内外商贾云集，熙熙攘攘的景象却深深烙印在了荣县的历史记忆当中，成为这座城市无法磨灭的文化基石。1962年1月，建筑历史学家梁思成来到荣县调研，在这里，一座构思奇巧的古建筑令他欣喜若狂。在当年发表于《建筑学报》的文章中，梁思成惊叹地写道：“这座建筑在我国建筑史中占着一个很重要的位置，这就是真武阁。”在400多年的岁月中，这座矗立在秀江岸边的三层楼阁，经受住了5次地震和3次特大台风的考验，至今完好无损。最令世人称奇的是，真武阁第二层建筑中看似用以承重的4根粗大木柱，竟然全部悬空。荣县文化学者秦正在翻阅史料的过程中，发现了真武阁的建造历史。真武阁它的整体结构是运用了西南地区民间经常使用的卷斗式，主要特点是每一排柱子一个卷斗柱身的砖法横向贯穿起来，形成一柄房架，这就是真武阁结构的灵魂所在。明万历元年，公元1573年，新科进士吴可寿赶赴边远穷困的荣县任职。为发展当地文化教育，彰显荣县作为岭南边陲重镇的军事战略地位，吴可寿决定修建真武阁。在吴可寿的设计和监造下，经过上千日夜营造，一座兼具祈福、办学和藏书功能的楼阁高高耸立在了秀江岸边。学者们经过多年研究，发现真武阁的造型结构不同于中原地区传统的叠梁式木结构，而是吸收了当地壮族、瑶族的穿斗式木架构形式，是全国罕见的底层架空阁楼建筑。真武阁为何能没有墙壁，完全以木结构支撑，甚至出现了悬空的木柱？
为配合县域旅游文化的推广，荣县木作手艺人秦世坤希望能为真武阁打造一座微缩模型。这座建筑的一系列奥秘吸引着他的不断探访。之前有很多手艺人就没有成功，因为这个呢全部的是神木结构，没有铁钉，做起来是很难的。通过一次又一次的实地调研，秦世坤了解到真武阁全阁近3000条阁木构建，不用一钉一卯串联吻合，相互制约，维系着优美而稳固的整体。其中二楼的4根金柱全部离地2厘米左右，却支撑着10几万斤的建筑重量。通过进一步查阅资料，秦世坤发现真武阁的角柱、横弹和二楼旁边的飞檐运用杠杆原理组成了奇特的悬柱结构。这种结构也被建筑学家们形象地称之为台亭式建筑结构。其中榫卯形成的杠杆巧妙地将二楼木柱的受力分配到了底层所设的8根金柱上，这样上方建筑如同被轿夫抬了起来，二楼的4根悬柱得以离地而起。这样的设计使得真武阁中的榫卯拼接十分灵活，当楼阁受到外力时，楼体便因杠杆结构的设计顺势而动，使得外力自行消减，确保真武阁在台风和地震中安然无恙。经过长达1年的精心制作，秦世坤终于完成了真武阁的微缩模型。这件作品荣获广西工艺美术作品8桂天工奖金奖，并被广西民族博物馆收藏。飞檐斗拱的精妙细节里，古人的智慧与当代人的智力遥相呼应，非凡的技艺传递在一代代匠人的指尖，古木苍然的真武阁构建起了荣县文化的巍巍高阁，它将历史的深度写进了这片土地根脉绵长的城市记忆。清嘉庆年间，荣县封建游德仲举人衣锦还乡，回到老家以后，他以正心修身为理念建设书院，并资助品学兼优的困难学生，教书育人，回报乡里。此后他又主持修建了自己的祖屋，并取君子以厚德载物之意，将其命名为嘉厚堂，希望封氏后代以德泽育人立物。封氏祖屋的命名犹如在这座大宅中撒下了崇文重教的种子。受到封建游的影响，在他中举后的100年间，嘉厚堂4代22名男丁中，共监生7人，举人4人，进士2人，封氏家族成为荣县极具影响力的书香世家。封氏后人封德显在先祖遗风的熏陶下，对于嘉厚堂怀有深厚的情感。每当有封氏后人回到这座大宅，他总是拿出家谱为族人讲述先祖的故事。在官历廉洁，报罪惜寻良，这是封氏先祖封景民为官一任时写下少云公家训的其中内容。在家训中，封景民告诫后世子孙谨记清正廉洁，克己奉公。世代崇尚廉洁的家风影响着封氏族人的一言一行。封景民在为官期间就曾因不计个人宠辱得失，一心为民放粮赈灾，
灾后又多方筹款填补国库。冯景民卸任之时，百姓纸马相送，依依不舍。为此，他特地写下了“民爱泉泉忘不得，夜阑回忆尚凄然”的诗句，足见官民情感之融洽。先祖的家国之情在冯氏族中代代相传，数不尽的冯氏后人在勤学奋进的人生道路上，不忘将国家利益置于首位。这是一张拍摄于1950年的合影，照片中的女子是被周恩来总理称为凤子姐的凤凤子。那一年凤凤子38岁，那时的他因为已经包揽了曹禺4大名句、雷雨、日出、原野和北京人首次公演的所有女主角，名震一时。鉴于凤凤子所取得的成就，周恩来特地为他写下了为建设人民艺术而努力的题字。家乡的文化底蕴让凤凤子自幼便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和熏陶。1936年，凤凤子从复旦大学毕业后投身党的革命事业，一直暗中从事进步思想宣传。抗战期间，他不顾个人安危，多方筹款支持抗战，并辗转于桂林、昆明、重庆等地进行创作，以清丽典雅的文字抒发出浓重的爱国主义情怀。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凤凤子担任了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文学组组长等职务，并留下了120余万字的作品。也许在所有冯氏后人的心头，蜿蜒的秀江就像是家族数百年存续的血脉。无论走得多远，一代代人为之坚守和传唱的祖训，始终是个人与故乡之间一根剪不断的纽带。在家族凝聚力的感召下，许多冯氏年轻人选择回到家后堂。在这个先祖们走上家族传承之路的起点，冯氏后人们也踏上了传承和弘扬家族文化的道路。到我的哎，你想看到到你这个道哎，这个道到你的文章华国，诗礼传家。冯氏先祖写下的对联，至今仍在家后堂的大门上熠熠闪光。爱国奉公、勤学笃行的文化内涵，犹如源源不断注入秀江的一脉清流，写就荣县人难以忘却的历史册页。荣县中学里这栋颇具西洋特色的建筑，在100多年间一直是荣县教育的一座地标。但是，有关这栋教学楼的建造细节，却在当地史志文献中语焉不详。一直从事荣县历史文化研究的秦政对此感到十分困惑。在荣县档案馆刚刚整理的一批档案中，秦政发现了一张与荣县中学教学楼形态极为相近的建筑图纸。然而，图中的这栋建筑却在细节上与实际的教学楼出入颇大。这幅图中的建筑与荣县中学是否有关？秦政决定从荣县教育的历史当中寻找线索。距离县城中心不远，山色赤红的都桥山辉映着荣县文脉的开端。北宋年间，
都桥山由于诗人苏轼的探访，成为容县一代文人学者寻幽问道的绝佳地点。南宋时期，容县历史上的第一座书院勾漏书院得以兴建。此后，容州古城中出现了南山、秀江、三新等一大批颇具规模的书院。从元至清，容县考中举人者达到167人，为周边县市之冠。容县的近现代教育再次得到长足发展，始于距今大约一个世纪以前。位于容县灵山镇的这座老屋，墙壁上镌刻着燕南燕北的字样。1902年，容县人彭耀南和那个时期无数下南洋的老乡一样，离开家乡前往遥远的马来西亚。站稳脚跟后，这些华侨通过各种形式反哺家乡。我爷爷带两个弟弟去那边，他的建县为他建房屋。1932年那个进行了300年的进行的，很辛苦的，一点点的钱你寄回来。就跟那个印底一样，一点点的挖的泥进行那个窝一样。房屋建好以后，彭家人在门帘上刻下了"燕行有序，燕垒安居"8个大字。他们与居于门廊正中的燕南燕北一道，寄托着容县第一批华侨对于家乡的深情眷恋。侨民们陆续带回的，除却源源不断的财富，还有先进的教育理念。从海外返乡的封祝春回到容县时，正值家国动荡之际，怀着以文报国的期盼，封祝春组织乡绅贤士创办师范教育。1905年，容县师范学堂正式在原先的秀江书院成立。2年后又改为容县县立中学。听闻家乡办学，容县乡绅纷纷捐资建言。相传当年容县县立中学中的哥特式教学楼，参照的就是日本归侨记录下的早稻田大学。由此，容县华侨捐资办学之举蔚然成风。这一时期，容县涌现出了一大批形态相仿的西洋特色教学楼。现今容县档案馆中收藏的教学楼建筑图正是绘制于这一时期，显示着当时容县教育发展的盛况。今天的容县中学已为祖国培养了近万名学子。古老的容州大地上，都桥山赤红依旧，书声朗朗从未断绝。在无数容县人离去与归来的脚步声中，文脉根深，枝繁叶茂。柚皮酿，容县人最钟爱的美食之一。它的广泛流传源于容县一种闻名海内外的物产。容县人栽培柚子的历史可以远溯至2000多年以前。明朝末年，嫁接技术得以引入，容县柚子开始成规模种植。其中沙田村的柚子由于极佳的口感，成为容县柚子的代表。1953年，周恩来总理亲自指示把沙田柚送往莱比锡国际博览会参展，容县沙田柚获得了中国榛果的殊荣。容县农艺师潘桂明对于沙田柚的生长环境做过细致的研究。沙田柚成熟的时候正好是霜降时节，
白天晴热，晚上冷凉，温差大，这是我们涌泉特有的地理环境，对酝酿沙田肉糖度和口感很关键的。在他看来，涌泉遍布的赤红壤山坡，一年四季充足的光照，共同孕育了这种独特的物产。同样关注沙田肉的，还有回乡创业的沙田村人彭远。对于他来说，沙田肉是充盈在儿时记忆当中的香甜味道。尤其是用沙田肉制作的涌泉传统美食肉皮酿，更使他难以忘怀。择取金黄丰满的柚子皮，切成大小均匀的三角形，烫软加盐去除苦味，将馅料装入预先切好小口的柚皮内，大火蒸熟，直到柚子皮变得绵软便可出锅。绵软香甜的滋味中蕴藏着故乡土地带来的丰收与喜悦。沙田村木兰堂，传说涌泉种植出第一批沙田柚的地点，这里的果园因为长期无人打理，已经难以长出柚果。彭远将创业开始的地点选在这里，通过展示沙田柚背后的历史，打造自己家乡的美食文化。在涌泉县政府发展生态农业的思路下，彭远和潘桂明一道在木兰堂一带开始了沙田柚的树种保护和复壮工作。两年多时间过去，彭远种植的沙田柚树已开始进入收获期，他和他的团队正在力争将沙田村建设成为沙田柚历史文化展示和农业生态观光的旅游基地。农闲时节，彭远常常不忘吃一顿母亲之。兴盛于唐朝的荣州古城，见证着涌泉经济与文化的鼎盛与繁华。在当代，这座已经消失的古城成为涌泉人进行城市文化建设的蓝本。2014年，当地政府决定对荣州古城进行整体复建。在对县域文物古迹进行普查的过程中，一件在荣州古城的遗址中发现的特殊的文物引起了涌泉陶瓷工艺设计师龚振飞的关注。这件北宋缠枝菊纹展印模被列为国家一级文物。那个不是成品，而是一个模具。哎呀，那里头的花纹1000多年了，还能保持那么好的东西，我就想着这个历史与文化，特别是那种装饰，我能不能就这样去嫁接，成为我自己的一些独特的东西。涌泉的陶瓷制造业已有千余年历史。唐朝以后，仰赖军事重镇的战略地位，以外销为主的日用陶瓷产业迅速得以发展。城关窑址的西窑区，涌泉陶瓷的中心产区城关宋代瓷窑遗址分为东西两个大窑区。
这里烧制出的以铜为着色剂的绿釉瓷闻名遐迩。宋代陶瓷印模上的花纹让龚振飞格外着迷，他希望能借鉴这些古典纹样，完成文创产品的个性化打造。所以我就想的呢，应该要把那种纹路的思维融入到我们现在中国的古代文化，跟现代文化都能融合的。随后，龚振飞将宋代陶瓷印模上的花纹仔细复刻，并赋予其缤纷的色彩，使其以各种形式出现在当代陶瓷用具和艺术作品当中，成为绒线陶瓷的标志性纹样。龚振飞手中的作品将被展现在复修之后的荣州古城中，精致而曼妙的花纹仿佛重现着绒线往昔的繁华。经过系统考察，古城规划设计团队提出的以真武阁为核心，以唐文化为依托，一阁一府一馆一寺的设计理念得到了当地政府的认可。通过缜密的规划，古衙门、开元寺和真武阁被连成一体，收藏着县域历史文化精华的荣县博物馆也被置于这个区域内，重新展现着古城的厚重与繁荣。荣州古城的设计规划带动了许多富有荣县本地特色的文化场馆的建设。从事历史文化工作的封进坚是荣县海外归侨的后代，随着广西华侨博物馆项目在荣县落户，封进坚受政府委托负责收集展品。随着家书、侨批等民间藏品纷至沓来，封进坚发现每一件藏品的背后都有一个舐犊情深的故事。这封来自马来西亚的家书珍藏在杨梅镇李姓家族已经多年。封进坚看见这封书信的时候，来自马来西亚的华侨李接生正在通过相关部门寻找着失去联系多年的亲人。随着收集工作的深入，封进坚查证得知，杨梅镇的家书正是李接生的伯公寄出的，由此失散60余年的家人得以谋面。随后，这封见证着一个家族悲欢离合的书信也被捐赠到了广西华侨博物馆。这座在建的场馆完工之后，荣县民间收藏的家书、侨批等老物件将得到妥善的保管。荣县人千古不变的家国之情，在一件又一件带有温度的展品中闪现着动人的光芒。荣县以当地文化资源为依托，拉开了旅游发展的大幕。在广西特色旅游名县的建设中，荣县规划设计的特色小镇旅游街区将散落在荣县乡间的各种历史遗迹进行了整体设计。以都桥山、荣州古城等数个核心景区为中心，以当代陶瓷产业为依托，借助每年举办的釉花旅游文化节和沙田釉文化旅游节，荣县在独特的生态文化中展现出绿树翩翩、霞光冉冉的蓬勃生机。千余年前的荣县，锁钺边陲，威慑一方。千余年后，这座城市华堂依旧，诗文不断。
厚重的青铜犹如诠释历史脉络的注脚，高峻的山峦标示着文化发展的高峰，都桥山下秀江两岸，香甜的瓜果弥散着乡愁的味道，归乡的脚步塑造起崭新的故园。彪炳史册的家国情怀，勇于求新的精神气质，遗世独立的建筑奇观，诗书传家的荣县人，在悠悠冥想的钟声里，让文化的影响力声震四方。